好似平时搵砵仔嗰咁样，问我出城仔，打开佢，打开佢啊！我叫你打开佢啊！甚至我一刀，原来你识功夫，都系咁好打。 我系咩人？我系不断帮你哋执手尾嘅人，你哋点做嘢嘅？杀断通天照嘅出手都唔在行，系基楼上三个杀一个，招万杀三唔到，仲要俾佢走啦，下下都要我收身。十年前你都有份，就系因为你哋太过无能，攻唔入城寨，你哋会长唔放心，请我嚟。你咁嘅人。 甘心做砵仔公好，我就话俾你听，你哋会长眼见你哋唔成气候，四年前再叫我帮手扶植你哋，但系要同呢啲班废柴做嘢，简直侮辱咗我，我睇唔过眼，就走入嚟搞砵仔公。呢四年嚟，你哋自相残杀嗰阵，我走私网络，已铺云广九新界。 城寨呢个枢纽系时候应该由我嚟接手。你俾冯春美同福寿金，你比较有路。可惜你哋三个都有咒，福寿金就毒品，冯春美就系细佬嘅仇。而你嘅咒门就系我李情深。本来你可以一次过炸死佢哋。 但系去到最后关头，你竟然为咗个女儿放弃，真系讲得冇错，苦读不吃儿，可以咁大牺牲，真系可歌可泣，感人肺腑。不过可惜啦，最大嘅笑话就系我得你，唔系你亲生女。我都唔明你讲乜嘢，咁都唔明。 我同你老婆有一仇，个女摆喺我身边，就系我仇；摆喺你身边，就变咗系你嘅咒。你帮我养咗咁多年便宜女，如我所愿，你真好锡佢，就连我呢个亲生老豆自愧不如。我个女，点会唔系我个女？ 你睇佢瞳眉，眼耳口鼻，似你多啲，定似我多啲？你死鬼老婆大髀左内增，系咪一突三角形嘅胎记？我个女，唔系我个女。究竟我将呢个真相话俾你听，我系好人呢？ 定话唔将呢个真相话俾你听，我死人好人。不过无论我点讲都好，你都死唔硬鼻。爹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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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
骨爆咗，可能佢走嘅时候唔小心碌埋身，撞爆头死。Daddy，Daddy。汪文祥唔系做职人，咁到底系边个杀我阿爸？连一啲线索都冇。咦？企喺咁大烟嘅？我成日都在入边啦。
冇咗爹哋，阿妹冇埋佢老嘅。小姐，你哋冇事就好啦。发生咩事啊？我撒手下，你抢嘢啊！我拦都拦唔住佢哋啊，抢完嘢啊，仲放火烧屋啊！杀人又放火，真系冇人性啊！好在头先落咗场雨，淋熄啲火，我入屋睇下啦，乜都冇剩啊，我净系执到呢样嘢。 小智话过，强者系为咗弱者而存在嘅。佢系我哋段家八极门嘅典范，佢嘅牺牲冇白费到。我哋段家八极弟子会延续小智嘅精神，留到最后保护城寨。最后，我哋段家八极同仁喺小智面前。 十五年前，本门弟子段哲疆贪生怕死，冤枉招猛山师傅杀死本门师傅段通天，连累招猛山师傅夫妇往死。我段家八极同仁，深表歉。 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快啲揿埋下边嘅钟仔 subscribe 啦！